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基正，欢迎您收看《阳光季节》第十一集的播出。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不过并不妨碍我们所有阳光下的活动，因为运动是不分季节、不分地点的。所以，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您不妨重新穿上你的运动装，好好的计划一下，为这个凉快的季节呢，增添一些生命的活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一项充满生命活力的技术摩托车。技术摩托车是一项相当适合年轻人的活动，不过在这儿我们要特别声明，它跟飙车是完全不一样的，请您千万不要误会哦。摩托车在国内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技术摩托车却是近几年来才开始的一项运动，完全是借助于有心人士的推广。不过这项技术摩托车的运动是绝对跟飙车不同的，因为从服装、鞋子、护具、安全帽等等都有一定的安全规格，因此在练习的时候安全问题也同样是顾虑的重点。技术摩托车所要做的花招，除了经过练习之外，是没有第二条速成的路可走，所以并不是用来出风头或是逞一时之快的，任何的进步也需要靠不断的练习才能够达成。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桃源县的虎头山，那么您后面看到那个场地就是长野技术摩托车队他们的练习场地。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那个参加长野技术摩托车表演的是贾若玉表演，不要讲表演，很表演我们看，但是我们是来看表演的。对对，我们想来表演，我说我们一起来参观他们的表演啊，来观摩一下。你会骑摩托车？会，我自认技术还不错，真的。哎，那你待会儿你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我也会骑摩托车，我也觉得我技术还不错。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热身运动，就我觉得我还是不要骑摩托车。我也有这种感觉。没有，有没有骑过机动摩托车？没有，以前从来没有。真的，我比你好一点。我以前曾经骑过，就是我当兵前拍一部戏曾经骑过，但是情况很惨。那各位拭目以待，我们罗吉镇的技术车技术啊。不过那个时候是替身表演。替身，对对对，早说嘛，近景是我了。是。那么待会儿一块来欣赏。技术摩托车从开始练习到起步的阶段，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努力。第一步要练习的是平衡动作，就必须花下了三个月的时间。等三个月的时间过后，有了心得，才能够正式的发动上路。可见要有高超的技术，是必须要有深厚的基础，才能够发挥潜力的。各位好，我们现在是在虎头山的后山，也是他们技术摩托车练习的场地。坐在我右边这位呢，就是全国的技术摩托车冠军选手陈双全先生。听说你最近要到日本去，对，去接受邀请去表演，对，比赛。哦，是这样，这非常的好。这个我现在也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我名字改一下，改成假双全，不知道摩托车会骑得比较好一点。那坐在我左边这两位呢，也是他们。也是你们的队员哈，请自我介绍一下吧。来，毕竟游泳的游泳的游，游辉吉先生，这位孙秋荣先生啊，这个我们刚刚都看到各位的表演非常的精彩，令我非常的仰慕敬佩。这个可以现在我们先来闲聊一下，聊聊你们的日常生活好了。我们先从我们的教练啊陈双全先生开始。你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就是开始玩摩托车？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骑这个机车，那个方法都错误嘛。看到那个我哥哥他们到外国去，那种观察的那种都正确的玩法了，所以开始走入正轨，知道吗？那请问两位哈，就是你们骑摩托车，就是玩这摩托车以来哈，你们觉得从摩托车玩这个中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别的领悟呢？从这个玩技术这方面，对，可以。就是说调养，调养的个性、性情定性、稳定性，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玩这个好像不是说是一般的，现在好像年轻人好像骑快车啊很过瘾那种感觉，都是需要一些智慧，而且需要很多的高度的技巧，头脑要冷静，头脑要冷静，不能胆大心细，不是说莽撞这样。是是是，像他们这个有的飙车这样子，
是是是，各位观众，我们看完了他们的表演，听完了他们的谈话，我们可以知道，技术摩托车是非常正当的一种活动，也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的体力，还有我们的智慧，有非常好的这种磨练的作用。我们希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这个活动。在这里呢，我更预祝各位到日本表演比赛的时候能够马到成功，一帆风顺。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看完这几位骑士的技术表演和听完他们对这项运动的感受之后呢，您对技术摩托车是不是有种新的看法呢？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有更精彩的内容要介绍给您。骑摩托车对所有的年轻人而言都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而不光只是男孩子，而有相当多的女孩子也加入这个行列。不过骑摩托车在平时只是代步的工具而已，如果要谈到表演的话，没有经过一番专业的训练，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各位现在所看到这位英俊潇洒的男士呢，就是我们长野技术摩托车队的陈双富先生。我们现在首先想请教一下陈先生，就是说请你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技术摩托车本身需要什么装备。技术摩托车本身是需要这个安全头盔一顶的，这一顶，还有这个再来就是这个手套，防滑的，最主要是在骑的时候防止它这个抓我们把手的时候滑掉了。防滑装置的这手套，然后就是这个裤子了。这裤子都有经过这个防撞处理过了。这里啊都有保护的，还有这边护的腰的哈，护的膝盖的，再下来就是这个鞋子了。这鞋子是一方面有防撞，防止我们的小骨给撞断。对。再就是这个防扭，它是我们在扭曲的时候脚不会去给扭到。就这些装备，从头到脚通通都要。非常的帅啊！哪天我上电视想借一套来参赛。可以啊，没问题，我们长野车队提供给你，没问题。好的。再来想请教一下陈先生，就是这个技术摩托车啊，都很漂亮啊，不知道它跟现在一般街上骑的摩托车有什么构造性能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技术摩托车是专门设计过的，专门为了这运动在设计。你看，它的油桶特别细小啊。对。而这个轮子哈，前面轮子也特别大，后面的轮子也比较这个宽呐。对。就是这个在这个低速的牵引力比较大。然后这个前后的这个刹车系统都是经过这个盘式刹车啊，在水里面它还有这刹车的效果啊。然后这手把也是特别的宽呐。在平衡方面，我们比较对于这个车手平衡比较有利啊。是，跟一般的车子构造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看这个车子很小啊，不知道马力有多少。这个车子是主要是运动在用的了哈。这马力方面是不太讲求了，大概依原厂资料来，大概只有18匹半而已了。18匹半，那也非常大了。非常大，但是它的这个低速牵引力相当的大，就是扭力了。扭力特别大，它在这个山坡地上的时候哈，这个在低速它的力量比一般的车子输出来的比较快啊，瞬间加速啊，比一般车子都是要快。是。接下来想请问一下陈先生啊，当初你们为什么会组这个技术摩托车队？你们是用什么心态来参与这件事情？当初我们说坦白了，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哈，15、16岁也是飙车手了。我们那时候也是在马路上，就是像他们这样子就骑快了，飙了哈。年轻人冲动。年轻人冲动嘛。那后来有的同伴啊，受伤了，像我本身也受过伤了。这里就是被这个飙车飙快摔下来，差点眼睛瞎掉。后来就我们心里就后来就反省，说这样子老是飙快就不对了。后来结果到了外国去考察哈，结果发觉外国他们骑车是完全注重技术性的，他们的赛车跟我们的赛车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台湾他们飙车就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骑快，越直的马路越好，要快就好。对。后来发觉外国他们是竞技方面是完全要比赛技巧方面，比如说一利用坡度啊，或者是障碍啊，要考验这个车手的这个体能去把它超过这种障碍，这种比赛。后来我们才觉悟。然后开始才到外国去买这种车子进来，然后开始大家在组成这个长野车队，然后往这技术方面去发展，然后再也不在马路上去飙车了。是，我看各位都是事业有成的，而且这技术非常的优良啊，我在看了以后产生严重的自卑感。而且今天不敢当你夸听我们陈先生一席话，也使我受教良多，因为平常我也是自己骑车也蛮骑得蛮快的，所以以后也要往技术方面发展。
不要往这种速度这种追求一时的快感。对对对，是。他们现在目前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赛车比赛哦，他们是当做一种运动，运动的东西就是要有技巧性。是。像我们现在他们现在飙车啊，完全是没有技巧性的，就是这样的快啊。那个不能再到外国去比赛，恐怕连这个报名的资格都通通都没有。哦。因为他们是，你看，就对他们来讲，现在这个摩托车运动方面分作这个技术车了哈，就是我们这个技术车，哎，还有这个motocross 哈，还有就是这个道路赛车，道路赛就是 roller race 哈，这三种车子，他们这三种车子比赛啊，完全都是要有技巧性的，都是要利用的弯道，或者说是这种障碍性，或者上坡起伏干什么，通通都要注重，都是要车手的技巧性才能够去参加这种比赛的，而且安全非常重要，安全方面也是很重要，而且他们出赛的时候，而且这车子不准改装。院长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能经过改装，也不能说啊，哦，这个像他们现在目前在飙车手，哦，这一百 CC 的车去改装成150啊，或者185这样，这样会有危险性。这样危险性，因为他一部车子设计出来，他能承受多少马力、多少的这个扭力，他都设计好了了。你经过他改装以后，这车子非常危险。你虽然速度快了，但是我相信你的刹车性能就控制不住这个车子了。是的，所以说他们外国的车子竞赛的时候，车子都没有经过改装，都是原厂提供出来，什么样的车子就是什么样的车子。是我们非常谢谢陈先那么详尽的介绍，我们接下来看各位精彩的表演。最基本的这个要领啊，就是我们像你现在这个车子的这个含舵橹哈，就是把手向左边打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是要停右边，停右边，往右边去，然后靠右边这只脚出力，然后左边这只手用力往下压，右边的出力配合我们左边的手的出力，把它综合起来，车子就能够停地。正，哎，现在错误，这个要左脚下去，右脚。哎！还以为你站了多久了？右脚出力，左脚。左手用力劲压，两个力量综合点就是停定。这一次我和贾肉鱼一块来到这儿，虽然说都曾经骑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摩托车，但在这里看到他们表演之后呢，一时之间还真有点目瞪口呆呢，不知所以。于是我跟贾肉鱼也兴致勃勃地骑上摩托车，但是骑了半天也只敢如此而已，根本不敢奢望有什么特别的表演。看到我和贾若愚的练习之后呢，你一定知道这项运动并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不过只要你有兴趣有信心的话，还是能够把它学好的。技术摩托车在节目中是第一次为您介绍，相信你一定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不过在这要特别提醒您，技术摩托车它是一项特技表演运动，只适合在特定的场地做技术表演，那么在马路上是不能够做任何的动作的。同时呢，当您骑上它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全部的安全装备。我们很希望这项运动能够在国内推展开来，但是却不希望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为了逞一时之快将生命作为赌注。好了，让我们现在听首歌，再来继续看我们的节目。虽然技术摩托车是一项相当具有冒险性的活动，但是如果事前有周全的准备的话，它还是相当的安全的。通常骑士们在骑上技术摩托车的时候，除了要靠灵活的技巧来应付一些突发状况之外呢，还有护具的穿着是相当必要的。现在我们来听听看这些骑士们的家人对他们骑这个技术摩托车有什么样的看法。各位观众好，我姓杨。我姓张。哎呦，这还很简单。一般来讲，比如说像我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我骑摩托车啊。那像你的先生参加长野技术机车队，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会不会担心呢？或者是有些时候像我父母亲绝对禁止我骑摩托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不会担心，因为参加这个技术车队哈，他们本身都有安全的装备，而且参加这种活动完全是好像是技巧方面培养一个人的耐力啊，还有他的意志力啦，要冲破这个难关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可以磨练他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我很喜欢他参加这个活动。也就是说你很支持，就是对。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他每天这样子那么一大早就跑出来练车子啊，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占用你们的家庭生活的时间呢？会不会？对，他就是一早的时候去练，去练，然后到了傍晚也是去练车。哦，傍晚下班以后。对。晚上有时候就去健身房练身体。哦，晚上还去健身房练身体，那这样对身体也很有帮助了。
很有帮助。是是是。他练了这个车以后哦，生病倒是很少。哦，练这车很少生病。各位常生病的朋友，赶快来练技术摩托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夫人接受我们的访问。听完了骑士家属们的谈话之后，相信您对技术摩托车这项运动应该不会再有任何的偏见了。其实任何的一项运动，只要您注意它的安全，也就不会有人为您担心了。在这个工商业急速发展的社会里面，人们能够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怎么样去培养一个正当运动的兴趣是值得我们努力的。各位朋友，今天贾如仪跟我们外景队会合的时候很神气啊，其实他一辆自己心爱的摩托车很拽的到我们面前，结果到了我们这个技术摩托车的练习场地之后呢，他就变成那个这个什么啊，识别的老虎，在旁边瞪眼看。不是，这也不能那么讲，今天说实在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哎，怎么讲？尤其这个基本动作，我觉得我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心得。那展现一下，展现一下，是吧？啊，那有什么问题？各位朋友，这是首先是静止的平衡动作，你可以把单手单脚放开，而且可以稍微摇一下，没有关系啊。只不过这要练很久，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成的。那个支架放开可不可以？啊，什么？那个撑的那个架子就要放开。支架不是，先要等你平衡的重心抓到以后，支架再放开。啥吹牛？你骑车骑多久？十年。我骑摩托车到现在大概有15年的经验。哦，年纪比较长。不是，结果来这边看了以后，就发现我们不能够，根本称不上能够会骑摩托车啊。对，根本就只是皮毛上面的一点点。对对对，他们从练习平衡到能够发动为止，要练3个月。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哎，对对对，尤其像他们练的东西，除了说这个要这个耐心之外，要有技巧，还有灵活的头脑。对，你比如说一个路况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穿越它，你要怎么样表现你的技术，这都是很大的一门学问。你的档数的判断，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真的是想要玩这种技术摩托车的话，真的是要找一个理想的场地，然后注意到你的安全性，然后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样活动。对，对不对？而且这个安全性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就是不能骑摩托车，没有安全帽，没有任何的防护设备，是不能够骑这样的技术摩托车的。是的，啊，我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好好的检讨一下啊，摩托车还是少骑，尤其是在道路上的时候，还是按照规矩来慢慢骑好。对，慢慢骑，不要再飙车了。对，尤其那我们过两天那个飙车活动取消了，取消了。各位观众朋友，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又接近了尾声，阳光季节从播出到现在呢，收到相当多观众朋友的来信，给我们支持和鼓励。为了答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会收集资料，为您做出更好、更精致的内容。同时呢，也更欢迎您继续的给我们来信批评和指教。如果您发现任何新兴的运动值得推广的话，也希望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详尽的报道。希望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您不要忘了继续收看我们阳光季节。再见。